的理想类型是哪一款？女生吗？女生。我问了好多余这问题。这样子吧，你我不让你去思考了，你就回答我就好了啊。一，圆脸瓜子还是 baby face？ 瓜子脸。瓜子脸。单眼皮，双眼皮。这个靠看搭配了，真的看搭配了。瓜子脸应该配大眼睛会好看一点。也不一定，还要看鼻子和嘴呢。厚嘴唇还是薄嘴？下嘴唇厚。哦，这样听起来是。喜欢比自己年纪稍微长一点的，还是小一点的？还是心智成熟吧，因为心智成熟，可能年纪会稍微长。主持人，我想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好尴尬啊！来，对，这是要配答案的。黄景瑜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经纪人都会把他那个都答案先选好。这个答案不是经纪公司，因为这个答案是我还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，我自己在采访上答出来的。我是觉得，首先是这个孝顺嘛，因为我很希望。你别说，那看看有没有人知道。弹幕发起来吧，那弹幕来答。哪个明星，女明星的类型？我不跟你讲明星啊，我跟你讲这个类型啊。我想腿好看的。我们这儿腿好看的很多，想腿好看的，然后长得有点。哎，你的腿好看是什么样叫腿好看？对，细白吗？欧美那种细白长，肌肉线条的，肌肉的。而不是说中国那种只是瘦，是只是瘦的腿。哦，那我们都没机会了。你就腿长呗，就我听到现在就是腿长，外表来说，欧美脸腿长是吗？好，可以，欧美脸腿长。记好了，来说，往下发展。就是说，你觉得女孩子的性格是，就先不说外表，外表就很正常。你是喜欢那种特别汉子、特别独立的那种，还是说就是很会撒娇、很甜美的那种？小鸟依人。小鸟依人。我喜欢可能独立一点。但他很汉子也没关系吗？你说你和汉子就是？你说的汉子是性格还是长相？性格啊，性长相女汉子。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的是吧？我想这样多一点。是这样的，孤寡老人，好吧，汉子，他说取出了许魏洲三个字。哎，你真的没吃不少东西，不是很饿今天？我们东西不好吃是吧？好吃的呀，大厨吃了好几个。对啊，我都可以请他吃大包子了。今天没有带我的生煎包来，我都可以让你说一说，没关系。好，可以。给他讲个笑话。讲笑话？笑话，我还真有好久没看笑话了，也没人给我讲笑话。笑话。有没有别的要求？笑话我实在想不出，最近比较冷。最近比较冷啊。我们都非常的关心你，最近是不是很累？很困，我每天都很困。然后还是妈妈 Lisa 的微笑。还拿了手机。漂亮，给你点个赞。